只有到过移动水上乐园玩过的人才知道，夏季移动水上乐园的火爆真的不是说说而已。看看这里的客流量，堪比市中心的各类广场，或许只是卖饮料都能带来不少的收入了吧。在这里仿佛无论多少设备都不够游客们用的。做游乐场的老板们，看这客流是否心动了呢？暑假来临前投入正是时机，快尝试一下吧。